就说男人不能太快，太快了。太快了，好合理，怎么那么快啊？太霸气了，要重新分队吗？不用吧，看优三吗？反正都只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如果你是进攻键的话，其实有没有分队没有差了。有没有重分没有差，啊、反正都只是用用剑而已。没有啊，他现在就是要我们重新分队啊，我们就再按一下好了。好啊，好。哇，这是个谁？哇哦，差不多嘛，差不多啊，跟他差不多。哎哎，那消失差不多嘛？哎、欸、哦，怎么几乎一样啊？这也差吗？跟他差不多嘛？这有分吗？差不多啊，这有分吗？哎呦，我就按下去了没？我必须说句实话，我不知道队友差在哪。换颜色，差不多了，太快了。有差一个吧？你们那边有啦，风破过去啦，风破，就差在风破，是不是？好像只有我不来，对，就只有差在风破和小白而已。为什么每次分都是分这种那个好像很微妙的东西？刚刚只有一分半，那攻要不要禁用？我觉得不要禁用好了，让你们可以射一下。What the fuck？ 让你们可以这样差吗？这是怎么一开始跟讲的完全不一样？分完队就开始。他是还是禁掉，还是禁掉，就一样，好不好？啊，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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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发生什么事？不要有那个，不要 argue， 我已经调普通模式了，可以开始了哈。好，先各自带开。好，走，各自带开，我就按开始喽。哈气丢我，哈气丢我，好丢你，丢我。这是蛮微妙的，都颜色化。绿色。就只有那个风破跟小白换掉。只有风破跟颜色换的。好凄凉。哦天啊！哎，三秒钟的输，又是没有弹的油。那，那你才没有，你才没有狙狙哎！啊，他有啊！你在弹什么？差不多哎，这一队。我有老婆在，你没有老婆在，呵。他们刚刚防心是用那个比较斜的方式去盖方块，会比较快。斜的吗？他们用斜的方式。我说的是他用斜角盖，他用斜角盖，他是直直斜角盖。有白塔，有白塔，快扑，快扑，快扑！好，我要换剑，我要换剑。看我的，平常玩空没事，假的。圣影没事的话，也可以换个实剑帮忙砍人啊。对啊，我怎么一开始房间就掉下去了？掉下去。啊、哦，完蛋了，肚子痛，我要厕所。哈？第八路吗？是喊我？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肚子想拉肚子啊？认真。哇，屎尿屁了！知足啊，你是阿静吗？知足，是阿静吗？我撑着点，到了，麻将，你去。OK， 我们破坏掉，快，怎么砍到？怎么砍到？不堵起来吗？堵个一阶就好了，好，怎么打了？兔子去砍，不要发呆。我干掉，又干掉一个，哎，我被干掉，快，叠起来。啊 ！No！ 喂，换武器，大家都换武器，去打！你们能吗？还是我在这边再继续守着？你守一下，我们去换武器，我马上回来。哎、欸，他们人越来越多，要小心哦、喔。其实我有一把，白龙哈基，我的 No！ 啊，我死掉了！快！哎、欸，不行。二阶金剑哦，还好武器喷掉，我帮他们冲过来哦，冲过来杀，加油，快，哇靠，好快哦，挡起来是不是？挡、哦、起来是不是？哇塞，在找买东西，哎、欸，你为什么都不冲？你在后面干嘛？我在干嘛？我一直在这，哇。守住核心，我来顾，这我最会了。啊、在那边顾核心。哎、啊，75，等一下，我换个装备。哎、欸，我一根打死4个是怎样啊？太强了，暂许你，等下清你一个。好恶心。我没有。哎呦哎呦！哎，白被我杀掉，好猛。有这。我们两个先守着，为什么这边自己要盖这个啊？哦，那是刚对手盖。你白痴哦！对啊，兔子，这游戏不用后勤部队，冲就对了。我不想要伤到其他。哎、欸，这边为什么少一个？等一下，这哇，这路还有瑕疵啊！你要问施工人，台湾地啊。这个，哎、欸，旁边要注意一下，我在砍上面的。
加油加油，冲了冲了！你们都没有换装备，有钱买药水稿子冲了，真假的这么快哦？不要啦，我冲第一个，等下就被啊，对，要敢冲，要敢冲！哎呦，直接冲冲冲！加油加油！我摔死，过去打他哦！我摔死了，没关系。好，我想要去装。哎、欸，打掉打掉，快点快点，大家都回来，大家都回来。我在前线。好，憋不住了，去救我。Shit！ 我两把干。No！ Oh, no！ 我在干掉。我在干嘛？他们人来了，好可怕。快点快点快点！冲啊！守住守住守住！复活都换武器就冲啊！换武器就冲啊！这需要人数啊！好，我下去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跳不过去啊！哎、欸，他们把路打掉，他们要站你中间，他们要站你中间哦。弄个屁啊！弄你的金剑把这个东西打就好了、啊，用金剑打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我们没有方块、欸。现在大家怎样？大家怎样？哇！我们没有方块啊！不要再打僵局了。他们想要没有啊？这也不能用弓啊！这也太尴尬了吧！这局面我都剪尾刀有吗？那我们可以成功。我还在我面前丢剑。丢剑怎样？有没有一把剑把它丢下去挑衅一下啊？你跳下去啊！你跳下去 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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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决定派瑶瑶跳下去了。好，我决定了，他挑衅我们，我也要挑衅他。哎呦 no, no, ！What the fuck！ 惊恐！我们真的已经……哎，不要啊！你这送分啊！哎、欸，兔子，你可以换东西啊！兔子，你赶快换啊！兔子你，兔子你可以换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你现在要我换什么？你可以换二阶装备给我们啊！你既然你自己不要，你换二阶装备给我们了、啊。哇，这个还是我们要从上面过去，要铺那个吗？要雪球吗？高高我换一颗雪球，买你一颗就够吗？一颗够啊！兔子，兔子换二阶装备给我，兔子换二阶装备。我知道，我换雪球了，我放箱子哦。好哦，好哦，好哦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只要每换一次东西。嘿，是我。他们还在一起那边做伸展操，哎，天哪！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准备。谁比较会丢雪球？我不会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实验证明我没有雪球天分、欸。他们也在叠高，他们也在叠高高。他们怕、啊。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。要不要再铺一个，改三个好不好？可他们铺这么前面，其实，哦。你们为什么都没有？为什么你们都没有方块？你们为什么都没有方块？他们现在就是要守白塔而已、啊。他们只是想守白塔而已。哇！啊！我要干嘛？为什么你们？只是当风破，风破。哈！雪球给你，我不会丢。雪球，雪球其实很难用。就我觉得现在不要用，现在不要用，因为他们叠那么高，你过去也是白了。弄瘪，对吧、啊？那个样子很好笑哎、欸！天哪！现在情景非常的美妙啊！可是他们在其实可以，你可以从他们墙壁中间穿过去，然后直接一路跑，然后跑到他们对面那边，看你有没有本事而已。很挤，就看你有没有本事而已。跑过去的要有卡，那个稿子啊。对啊，可是他们对面家里很多人，我们看得到。其实我们看得到他们对面那边。啊，现在这个好，拜拜拜拜。雪球要掉。兔子，你就有分数，有四百分以上，你就放一些二阶装备，然后放在箱子里面，然后谁缺装备就自己去拿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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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最棒了。可以打招呼，打招呼，来打招呼，来打招呼。你这怎么？你要这么快吗？箱子里有两套二阶装备。哎呀！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换成别的东西，天哪，好屁哦！有剑吗？有剑吗？目前没有哎！冲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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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过去！我把巧克力弄死了！快冲过去！我先说了，我都干掉了，加油，冲！快快快快冲过去！全部都死了，真的吗？快冲啊！快冲啊！快快快快啊！有药水吗？去换药水，然后稿子，快点快点！稿子我来，稿子我来！你们这为什么都没有人在？我们要武器，我们要武器。武器、欸，你没有武器，你怎么冲过去的？我太慢，他们复活了。我的妈！秋风又在拆我们家。哎，好烦哦！我们要升上去。雪球来热。
这个水球很烂的、欸。白痴哦、喔，这在干嘛？什么仪式啊？游戏怎么无聊啊？啊，忘记跳错。哎、欸，不不不，手下来了，下面啦、啊，有内贼啊！不是内贼啊，机、啊、车、欸，他们怎么达到的？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为什么达到？他们从下面那里巧克力啊！太贼了，打了啦！哇，怎么办？我们只能看他这样打掉吗？哎、欸，我上完厕所还没结束啊！我的妈！大你赶快回来啊！算了，我觉得这场不用玩了，不用玩了，我不想玩了。哎、欸，这不要那么绝望嘛！是上个厕所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哎、欸，他们丢雪球的说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游戏好无聊。我们现在在玩什么？哎、欸，哈基要冲了，哈基要冲了。哈基冲了，哈基冲了。有雪球吗？有雪球吗？喂，打他！扑入过去，扑入过去，有办法吗？他自己跳去，白痴哦！我每个都……哎、欸，小香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要不要冲好了。可是不行了，人好多、哦哦。我们人一样啊，我们人是一样的，为什么我们不会冲？凶坏的，我们名人是一样的、啊，人数一样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巧克力要走旁边啊！巧克力要走旁边啊！啊，天哪！干鬼鬼一起死吧！哇！巧克力说什么？把他打去！对对对！小强，冲冲冲！再一个！我需要你！我的妈！啊！药水！哎、欸，小强，你们冲啊！哥，冲啊！我们没有稿子啊！没有稿子，谁买个稿子啊？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啊，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呢、啊啊？没关系，我来我来、啊。他在外面，他在外面。哎呀，我摔下去，够吗？不够哎、欸，有没有药水？有没有药水？箱子里面有。啊！我可是打游击的，我操！哎、欸，我死掉。他们还折返呢、欸。这是没水准，看我冲过去也要折返，有没有一点志气呀、啊？有没有药水？有没有药水？快，这现在可以叠过去，叠中间。兔子，你换个药水给我好了。兔子，那个雪球很好用，对不对？我带走一个秋风，谢谢谢谢。你要水要在哪？好好随便、啊，你就丢出来就好了。哇啊！鬼鬼啊！看到鬼鬼了，我自己也死了。现在得一换一啊，好麻烦。啊，好烦哦！没有啊，我刚刚我们这边一直没有人，一直持续攻过去，那个、这样子至少我们可以回收装备。很智障，他们就会往旁边去堆。哦、我刚刚也是从那边带走巧克力。No， 刚好我们一直在有人重复过去，要不然的话我们家很亏。我就一直不明白，只有大概两个人过去而已。啊！这看，你看我掉下去了。哎呦！他们人都聚集在那边的啦。好烦啊、喔！哎、欸，我刚刚好不容易打破那个江口。No， 为什么没有跟着我一起冲？也、欸、有稿子的。有稿子。我看到风，我看到风破冲过来。啊！我被砍死了！我换东西，痛啊！哦，这是自己人。嘿，啊，他们一路冲过来，快把那个东西抢！他们冲过来，他们冲过来，防守，防守，各位防守啊！为什么都没有见？哦哦哦！哎呀！哦，我还干掉三个人，不能换金剑啊，要四百点啊！啊！哦、我还活着、欸，好猛啊！狙！我猜前面这么精彩。结束了，睡觉了，晚安。我觉得这个只有白刃战太好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队有一半太保守了。我刚刚瞬间把中间干掉，就我冲过去，只看到风破跟着我跑。还有一个人去厕所。而且真的很好笑的是，我们两边在对看的时候，太烦。两边在对看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、啊。不是，你是刚中间我。
玩一玩，突然知足说：“哦，我肚子好痛，我要去拉屎。”巧克力好贼哦，巧克力真的是贼人呢、欸。没有、欸，我一要过去都被你们打掉。你在那边挖我痛，挖我脚底板。没有，那是我啦。啊，那是你要翻掉。我们都有啊，我们都有，我们都有，我都有。我在那边吸引你们注意，然后他们在挖脚底板。太贼了，太贼了。我觉得互看的时候真的太好笑了，真的超好笑了。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到感觉。就是在那边看着你，我看着你，看着我，深情对望。快叫拜拜，好。啊，好了，今天实况就到这边了。啊，对，我也差不多了，关了关了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累死了。各位拜拜，各位拜拜。这游戏怎么那么慢呢？拜拜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早点休息哦，拜拜拜拜。我还以为今天阿靖不在就不会有人中途上厕所，没想到这次是拉屎。哇，很快就回来了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知足，阿靖只会尿尿，你怎么是拉屎啊？啊，没有啊，就这个是一个突然的感觉，生理反应，太好笑了，是一个突然的感觉，真的是。他就忽然说：“哦，我肚子好痛，我肚子好痛，我要去拉屎，不行不行，对、啊，拉稀哦。”然后我们在这边打要死要活，他回来还说：“哎呦，我上一个厕所回来还在玩哦。”上一个厕所回来，哎、欸，这一场很好笑哎、欸，这场太智障了啦，太好笑了。好了，感谢各位啊，期待下一次，谢谢各位了。天哪！下次不要再白烂蛋，不要白烂蛋，真的太白痴了。好，拜拜拜拜，好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晚安。